还有一个嘉宾，嗨，小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小琪。我频道真的很少有有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嘉宾跟朋友，对，就是每次一个人，然后我也一个人，然后我今天就来找他一起做这个化妆的挑战，然后看我们两个人的素颜嘛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？就是三分钟的这个光泽感妆容挑战。三分钟很赶，可是你又要画到很有光泽，所以这个就是考验一些技巧的东西哦。对。那我们画完之后呢，就可以给观众来投票 comment， 看一下谁的妆容比较好看啦、啊。你们可以自己投票，你可以帮我们计时嘛，你可以用你的电话计三分钟嘛。我的手已经在准备了，我要快准备。Ready? Yes. Three, two, one, 开始。哇！哎，我怎么说？你的我讲是光泽感哦，看他妆脸好不好。Kido， 快点过来，三分钟。很难嘞，平时化妆都要花半个小时，你要三分钟，真的。你放镜子呢？看着。我可怕。来啊！啊，你好呀，他娘我娘。好呀。为什么？很讨厌呢。平常我们的主题是光泽感妆容，光泽感妆容。你在那边拍拍拍就可以了。我在那边画我的底妆吗？我没有带产品，我要几分钟啊？还有两分钟。啊哈！太夸张了吧！这样子一下子就过了一分钟。等一下。一分钟五十秒。你先不要努力。为什么擦掉的东西你还在底妆啊？因为我平时底妆上很久，但是我的底妆有点色差，我要补底妆。我们还准备那种 mascara 那些的，我就对，完全没有机会嘛。我的天，好吸了，好吸了，做起来很重要。我还定妆，不加光泽感了，你还定妆，你不要输是吗？不可以了没？嗯，很好，定妆真好。Oh my god， 我没有死了，定妆真棒。你要做吗？你要做吗？还有第三张，没有，还要拍给你。五十秒。好。哦，我看我这张功夫粉，美美的，美美的。四十五秒。四十五秒，你先画得到眼影吧。Glowy。OK， 然后我先上口红，口红很重要，就是最微这个上。这个没有，可以没有那些东西，但是不能。OK， 三十秒。不能没有口红。三十秒。完全没有在看，我觉得上一个爱心就足够了。十五秒。Oh my god。十五。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，我给你们多少秒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认真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噔噔。哇，三分钟有点太难了吧？而且我的很死白，你真是摸得嫩的，很嫩呢。Oh my god！ 你刚刚不是问我就是妆前用了什么东西？对，你的墨都没有在化妆呢。因为我要打底啊，就是其实化妆之前最重要就是 skin care 那一 part 啊。然后你 skin care 很常忽略掉 skin care。你 skin care 打得好哦，你上那个底妆哦就会很有光泽。所以 that's why 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泽感的妆容挑战。我刚刚用的是这一个 Icon Prebiotic 的。Essence Water， 因为其实平时我都是比较常忽略掉妆前的护肤，对对，所以我会很常先选择，我先选择那种比较有光泽度的妆容，而不是先去注重那一个底皮肤的那个底质，对，所以就很容易变成有薄粉啊，然后就会要像我刚才要定妆啊什么，就会很容易很多层。所以你看有诶，刚刚我就是用了这两个。法宝，这个就是 Icon Prebiotic 系列的 Natural Prebiotic 呢，是 from 法国的 brand， 然后它是 with 那个 rice water， rice water 呢是 from Korea 的保湿型跟光泽型系列的护肤品，所以我刚刚就是在偷偷用了这个才上妆。然后他们其实这一个系列除了就是有 Essence Water， 有刚刚偷偷用的 Moisturizer，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Mist， 还有卸妆水，然后还有一个洗脸霜。那他们这一个系列就是没有酒精，没有香精，也没有色素的，所以敏感肌也是可以非常放心使用。你是敏感肌？我很敏感，我有时候有套可以送你。哇，有时候用到那种。哦，对，它很细耶，那个对，这个很细，它的这个是 face mist， 看，哇，真的很细，妆后保湿哇，很清爽哎，对，而且这个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喷的。那刚刚第一个步骤其实就是用了这个 essence water 嘛，你刚才是有试在手，它是我的 base 的，
然后也是非常的好吸收啦，然后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呢，就是增加水分2到3倍。哦，哎，我很需要。所以你刚刚看到我的脸好像很嫩、很包细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支，它可以长达72小时的保湿。还有这个刚刚我第二个 step 就是直接用这个 moisturizer， 它也是这样子 water based 的，然后它一样啊，也是非常快吸收，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增加水分200。然后保湿可以长达24小时啦，然后可以舒缓跟镇定皮肤，很像敏感肌就非常需要舒缓跟镇定，而且还可以防止细纹，很滑，对，很滑，然后很保湿，很爽。然后化完妆之后呢，最重要就是卸妆嘛，然后他们其实这个系列也是有出这个 micellar water 卸妆水，然后我很喜欢它是单手放的，你用一个棉花你这样子压它就有了，方便多，非常的方便，然后而且它的卸妆能力蛮强的。哇，马上，很干净是不是？而且它不油腻耶。对，因为它是水的呀，它不油腻是很好哎，因为有时候太油腻哦，然后又不懂得清洁做好的人哦，你是懒人吗？是，我很懒。会变成很油。我跟你讲一个懒人很好的东西，它是不用冲洗的。哇。对，可是你也不能完全不洗啊，只是讲说有一些情况下可以，就是紧急的情况，紧急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冲洗。你现在很好哎，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外面换一下妆啊，对，可以直接换妆，对，然后你在外面拍摄要换一下眼影啊什么，对，是，而且它的卸妆力很强，是不是？对，它连口红都可以卸得掉。卸妆也我自己也是很喜欢，它洗完也是不会干干，然后它是 salt free 的，然后还可以保持皮肤的水分平衡。这样如果用完这一 set 之后，我要去哪里买？我现在就可以买到了，非常的方便。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过后，有没有像少奇一样更加了解这个 Icon Prebiotic 的 Hydra Plus 系列？那我现在呢，就是会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做这个 giveaway 啦。如果大家有想要得到 Icon Prebiotic Hydra Plus 系列的产品的朋友呢，就要留意了。参加方法呢，就是你要 comment 留言，为什么你想要得到这一系列的护肤品？然后记得 follow Icon Laser 的 Instagram， 然后留言的时候记得也是要留下你们的 IG 名字，我们比较容易找到你。好啦，我要把这些护肤品送给小雪。真的 ，Oh my god， 太爽了！我今天来上课又有东西可以收。是，记得参加 giveaway 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。